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7月3日，在马斯克接管推特之后不久，我曾经呢做过一期的视频节目，说马斯克的愚蠢的举动把推特呢给搞乱了。我当时指的呢是他推出了付费认证，把名人们都给得罪了。在那之后呢，马斯克呢又不停地出昏招，把推特呢就搞得更乱了。啊，比如说最近这一段时间，推特上面那可是水军泛滥。以前马斯特在接管推特之前呢，他就一直在抱怨推特上面水军很多，但是呢，他接管了推特之后呢，这水军呢是越来越多了，他根本呢就没有想到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你现在呢，到我的推文下面去看，就除了中国网军，还有杀猪盘的水军，而且呢，这些杀猪盘的水军现在都流行向马斯克交保护费，买一个付费认证，这样的话可以让他们的评论呢就跑到最前面去，而且呢，这些杀猪盘是越来越肆无忌惮，贴的那些评论是越来越露骨。现在呢，干脆就直接贴淫秽视频。我向推特的投诉没用，推特答复说我们推特是允许贴淫秽视频的，但是他们并不是说把这些视频贴在他们自己的推特上面，而是跑到我推文下面来贴了。这个对我的粉丝就造成了骚扰。我现在呢，都不敢在公开的场合看推特了。如果旁边有人的话，我也不敢去刷推文的，因为呢，一刷出来那评论，就极可能出现淫秽视频，让人家呢还以为我在看淫秽网站呢。最近呢，马斯克又有一个很奇怪的举动，让普通的用户连用推特都用不了了。那就是呢，他突然在前天宣布要限制推特的浏览量。如果是没有认证的用户，一天呢只能看600条推文。如果是认证的，那么呢，可以6000条推文，这个量听上去呢好像很多啊，其实呢很快就会用完了啊，因为呢它并不区分浏览和阅读，并不是说你看到某一条推文的点进去才算是一个浏览量的，不是的，你往下刷，只要呢这个推文在你的时间线上出现了，就算一条。甚至呢，你去看一条推文下面的评论，也都算浏览量的。如果一条推文下面有几百条的评论，你去看往下一刷，好，流量一下子就用完了。所以很多人就发现，一天才只能用个十几分钟的推特，然后呢，流量就用完了，就会出来了警告，说没流量了。但是奇怪的是，你虽然看不了推文，但是你还能发推文，所以推特上面就哀声一片，很多人呢就都在晒流量已经用完的截屏。马斯克呢，还给增加了一点流量，一点一点往上增加。一开始呢，说是哦，没有认证的用户把流量增加到1800条，有认证的就增加到8000条。后来呢，又定在了没有认证的用户一天呢
是1000条，有认证的，一天呢是10000条，这相当于呢增加了20%、40%，有啥本质区别吗？这相当于说你以前一天只能看20分钟的推特，现在呢给你改成了一天可以多看个10几分钟，有区别吗？没区别。这就说明了马斯克虽然被吹捧为是科技天才，其实呢是非常的愚蠢的，他脑子里连个数量级的概念都没有。那为什么马斯克会这么干，把绝大部分的推特的用户全都给得罪了，要把他们给吓跑呢？马斯克的解释是，这是为了防止有人来抓取推特的数据，那说限流是防止抓取数据的唯一的办法。因为马斯克前一阵子呢一直在骂那些人工智能的公司在用推特的数据来训练他们的程序，他很小气，不想让他们用，虽然这些公司已经这么用了好几年了。像这种呢都是用爬虫跑过来抓数据的，一抓呢那就是几百万条几千万条的抓过去，所以要识别是很容易的，你只要禁止爬虫过来就可以了，根本呢用不着来限制浏览量。如果要限制浏览量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个门槛呢定得非常的高，比如说一天不能看100万条以上，那么呢这个对用户就没有影响了。你何必把这个浏览量定得那么低，一天只能看1000条呢？更何况你说限制浏览量是防止抓取数据的唯一的办法，但是呢马斯克又说这个只是暂时的，难道你只是为了暂时限制来抓取数据吗？所以这也说不通的。所以马斯克的这个理由很少有人相信的，除了那些极其愚蠢的比马斯克还愚蠢的人会相信以外呢没啥人相信的。那么为什么马斯克会去限制浏览量，有这么奇怪的做法呢？有一种猜测是跟马斯克禁止了不登录看推文是有关系的。以前呢推特有很多的第三方的软件可以呢不用登录就可以看推文，那马斯克呢也是很小气的，不想让这些第三方软件来占推特的便宜，所以呢就禁止了不登录看推文。这些第三方的软件一下子呢全都完蛋了。但是呢这么做了之后呢带来了一个没有意料到的副作用，美国的媒体还有包括那其他国家的媒体以前是很喜欢引用推文的，那么现在马斯克禁止了不登录看推文，这些媒体的用户在看报道的时候，如果他们是没有推特账号的，这样这报道引用的推文它就不下载了，不显示了。但是呢这网页一发现推文下载不来，并没有说就停了，而是呢会不停的向推特的服务器发去下载的请求，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相当于呢全世界有无数的服务器在同时的攻击推特的服务器，一下子就把推特搞淡掉了好几个小时。那么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马斯克就采取了限制浏览量的做法，这是一种猜测。另外一个猜测呢，是跟推特租用谷歌的云端服务器到期了有关系。推特租用谷歌云端服务器是到6月30号到期的，一年了，推特要交给谷歌大概10亿美元的租金。那马斯克呢，现在不想交这个钱，想把它给赖掉。你想，他现在连推特办公楼的房租他都要赖，更何况呢，一年10亿美元的服务器的租金他也想要赖掉。那谷歌是不让他赖的，他一赖不交这个钱，谷歌呢就把推特的服务器给限流了，所以逼的马斯克呢也给推特的用户限流，这是另外一种猜测了。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呢是没法确切的知道的。马斯克还找了一个借口，说他之所以要限制浏览量，是担心人们沉迷于推特，希望人们能够远离手机，去看看亲人，看看朋友。马斯克这是把自己呢当成了中国政府，把网民都当成了未成年人，不想人们上网太多，沉迷于网络，得了网瘾。搞网站的，特别是搞社交媒体的，都是希望人们能够沉迷于其中，流量越大越好，因为流量就是钱。你搞社交媒体还担心流量太大，难道是觉得钱太多了吗？更何况呢，推特又不是独此一家，人们上不了推特并不是说就不上网了，而是呢还会去找社交媒体来上的。类似于推特的社交媒体呢有的是，自从推特被马斯克搞乱以来，就有很多人想放弃推特，去尝试使用类似于推特的产品。但是呢，社交媒体的使用是有惯性的，已经用了推特这么多年了，朋友粉丝都在推特上，你要一下子放弃了还是舍不得的。更何况类似推特的那些产品呢，都是比较小众的，去尝试使用了之后就会发现呢，没有推特那么热闹，那么好玩。所以很多人虽然呢对马斯克对推特非常的不满，但是呢也只能忍着继续使用推特。真正能够跟推特竞争的，是要跟推特同一个量级的社交媒体也推出类似于推特的产品。那样的话，推特呢就真的会遇到竞争对手了。那有这个条件的就只有脸书了，因为脸书呢它的用户群是比推特还要大的。如果它推出一个类似于推特的产品，那一下子呢就会火起来。而且呢脸书本来呢就很喜欢抄别人的成功的产品，有的抄的并不成功的。比如说前一阵子脸书看 TikTok 火了，他也推出了短视频产品，这个产品就不成功因为呢当时呢 TikTok 正是处于上升期，你是要去跟人家争用户的，那就很难的。如果
在推特很火的时候，脸书也推出一个类似于推特的产品的话，那也很难竞争得过的。但是呢，现在推特已经被马斯克搞乱了。脸书如果推出一个类似于推特的产品，那就会火起来的。所以前一段时间就传出了消息，说脸书果然呢，在内部测试类似于推特的产品。马斯克呢，就提出了要跟小扎克伯格约架。那可见呢，他的确觉得呢，那脸书的新产品会是一个威胁。那现在呢，推特又被马斯克给搞砸了，人们想用推特都用不了。如果脸书有类似的产品的话，那一下子人们呢就都会转移过去了。所以我昨天就说了，脸书推出这个新产品，那正是最好的时机。那果然呢，今天脸书就宣布了，再过几天，在7月6号，它的一个类似于推特的新产品，叫做雨丝，就要上架了。所以呢，我又当了预言帝。脸书的这个新产品，是会让推特真正的遇到强大的竞争对手的。这样的话，马斯克就没法在推特上面再瞎折腾了，因为他再折腾下去的话，人们就都跑了。所以很可能呢，马斯克的债主，还有呢，推特的那些小股东，就会逼着马斯克放手，别再干预推特的运行了。否则的话，再这么折腾下去，推特的破产那就是指日可待。好，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下次的节目再见。